车轮哦，它一次只能车一组，那它会慢慢的，像这一组车完之后呢，等下它会有一个推移系统，会把这台车子载出去，那再车下一个轮子。那一台车，我这样子一个 EMU 呢，它会有12组车轮，那它会一组一组慢慢把它车完。